朱文秀帅府，我们的游客都去参观景点去了。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寂寞孤单冷，我哪会冷啊？我一车的团友啊，我带了21个人。我的团队都去里面参观景点去了，现在只有我带着大家在散漫，在古城散漫。我给你报销路费。你现在刷个飞机，表表决心啊，哥。谢谢落花的点赞。这团一个人多少钱？不知道，因为保险公司的团，他们是直接组的团，不是散团。散团的话，它有价格。这个直接组团，不知道人家价格多少。我们从来不问。啊，肯定新开的老店，怎么去了？我们从来不问人家散团多少，那个团队多少钱。不去打听，只带团。谢谢祥龙哥的大气。去年上房山，我请了导游500。你下次请老狼呀，老狼能陪你爬上去。再一次团有多少工资？我们导游现在是起步200一天吧，差不多。200一天。这几年了，这个导服没有涨上去，一开始都是1天100，后来就是150一天，再后来现在好点的团就是200一天，要是高标团的话就是300一天。现在好多这种旅拍呀，然后穿上人家这种服饰，人家会给你专门派摄影师在古城里面找合适的角度、合适的位置给你拍摄影。包吃包住吧，不然不够一房费。旅拍短视频很赚钱。哦，这样啊。现在已经旅游开放了，好多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。坐在这里边也是很惬意的啊，守着小河流。哎，古城转累了，有角落可以喝茶，有角亭可以休息。热呀，我穿着大棉袄。上午在昆明还很冷，下午突然就热了。看这都啥衣服呀，是不是？多少钱？这个那裙型比那个稍微短点。短的多，不是短的那种。哎，这个大那个。这个能不能50？
尽量给他们多穿多穿哈。有钱有闲，现在上年龄的，这次我来了以后，我发现夕阳红团居多，就是全是戴小红帽的老年人。夕阳红团居多，为啥呀？因为现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是有钱有时间的，知道吧？有钱又有时间。疫情过后人想开了，是啊，人说没就没了，现在就是精神享受，谁不想一天一天的开开心心的呀？但是事与愿违啊，你家庭琐事，然后你这个人想不开，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恼。你看看这熙熙攘攘的人，谢二哥的荧光棒，要去洱海吗？洱海一会儿的，下一站去。还要去那个花语牧场。高中啊，现在不管是有钱没钱都愁，有钱人发有钱人的愁，没钱发没钱的愁。菩提圣果20元一颗，要干啥？没有了，吃了没有了，也不吃医药片了。三生有幸，你们想给谁写信呀？我可以代替你们写信。有没有想写给前女友的？谢谢左右哥的荧光棒。好多人。能吃得下。我买的。欢迎巴布迪哥。雪花酥、鲜花饼。啥完了？都能让我去会会人家那个富婆儿，我是以怎样的心态去呢？新鲜水果全产6.8瑞，挑选一家。6.8一斤。新鲜水果全产6.8瑞，挑选一家。好吃啊！这是洒水的吗？
这个砖道好湿，有点滑。哎呦，这时来运转啊，运河风车时来运转。往家买个这个或者这种，不停的转。哎呀，谢谢谢谢我巴布迪哥送的飞机。哈哈哈，这是个啥东东？哈哈哈，这是个啥东东？巴布迪哥，这是你的留言吗？你这是认真的吗？谢谢，感谢巴布迪哥送出的音效飞机。这个还带语音，哈哈哈，这是个什么东东？巴布迪哥可以带孩子来过来来大理古城玩。这也来大理古城。欢迎牛语者哥带孩子来拍照片，穿民族服饰。是棉麻的。孩子上学，等暑假的吧，也只有暑假有时间了。暑假去版纳多热呀，暑假去版纳太热了。来，哎呀，有一只大羊驼。哎呀，真的跟羊一样。这洗澡可费劲了呀。别去三亚呀。夏天版纳和三亚都是特别热的，要不就去海边，不要太热。雪花营，老狼上次在西藏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这个，结果没几天，然后它就变形了。对，只有暑假有空。等着吧，也快。让他好好上一段时间课。这里面全是手工艺品。下关驼场。这里是卖小吃的。走了，你慢慢溜达。好嘞哥，你去吧，你去忙吧，好好上班。谢谢，感谢巴布迪哥。去里面看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在大理古城。